恭迎梁王妃，父亲，回家了，请哥哥。哎，你们都下去吧。 现在没有外人了，你和我们说实话。梁王有没有欺负你？他对我很好。梁王的为人我们都清楚。你要受了什么委屈，千万不要瞒着为父。父亲，他真的对儿很好。梁王说太上皇教他苏武的诗，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我是他的结发之妻，他一定会好好待我。 这不像他的为人呢。梁王亲口说的，隐隐对天上的娘发誓，绝对没有撒谎。若是这样，为父就放心了。你哭什么？大家翁，我陪娘子到梁王府，这第二天就被赶回来了。 我实在不放心娘子，娘子，你求求梁王，让我再回去照顾你吧，好吗？要不然我这把老骨头还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那么多宫女照顾，还差你一个乳媪啊？不，再说了，这也不符合王府的规矩啊，你就好好在这歇着吧。莹莹，你就和梁王好好说说嘛。 如果你是在王府受了欺负的话，还有个人回来传个信儿。是啊，我能受什么气啊？你妹妹刚过门，总不能坏了梁王府的规矩。只要梁王对她好，一个下人就不要再多事了。梁王妃，大家翁，宴席已经准备好了，入席吧。 殿下，要不要喝杯酒啊？行啊，你喂我。不知今天晚上殿下去我那儿可好？我一定会好好服侍殿下。<笑>嗯。<笑>梁王殿下说了。 王妃回来，立刻脱下身上的首饰衣裳。等王妃再出门，奴婢一定伺候您的穿戴。 对了，殿下还等着你呢。美人儿，嗯，一会儿再陪本王喝两杯。好好好。
奴婢今晚一定陪殿下喝个尽兴。喂我。你竟敢拿冷酒给本王喝！哎呦，这皇太孙虎头虎脑的真可爱呀、啊！羡慕啊！让四灵公主给你生一个，你怎么不让梁王妃给你生一个呀？哟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我这次来是给皇太孙送一个小玩意儿。有心了，你看，陆琪真是的，每次来都不空着手。太子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好，太子殿下，我也不便久留，我和梁王同路，去吧。梁王殿下，有事儿，咱俩私下聊一下。走，请来。殿下请。哎呀，有话就说，别拉拉扯扯的。殿下，成为一家人之后，怎么反而矜持起来了？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今天有一样好东西要献给殿下，来。殿下，这个是百年一遇的巨虎，才有这么一根，今天拿来，特意献给殿下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殿下，您龙马精神了，那才是莹莹的福气。父亲还指望着抱小外孙呢。来，殿下不是说还缺一个指针吗？这个是我父亲当年在乱军之中所得，听说是隋朝宫中流出来的珍品。我父亲一直不舍得用，今天也拿来献给殿下。本王怎能夺人所好呢？哎，我父亲说了，殿下对莹莹这么宠爱，比什么都值得。殿下，你就收着吧。殿下，你把我们从牢里放出来，钱文景知道了怎么办？起来吧。我现在都已经让他说不出话了，不是你们说解决了他，本王的烦恼就没有了吗？可是这种事儿，哎，行行行，事儿都办了，废话就少了吧。你们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办法不是没有，可就怕殿下您不敢。本王连钱文锦都不怕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说，什么办法？拥兵自重。拥兵自重，拥兵自重，从长计议，这种事情从长计议。别从长计议了，但就长史这件事情，陛下能饶得了你吗？就算不杀，也会被废为庶人。拥兵自重，最糟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一死。陈心，你说，殿下，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，往前冲吧。城王败寇，拥兵自重。